用不了一年半载，只要你调理好了，就是一匹千里马。哎，我不骗你，哎，真的。我这匹马怎么？昨天好好的，今天就饿怎么死了。好马呀，太可惜了。老伯，这马得什么病死的？俺犯了20多年的马，可从来没看到这么好的马，可惜可惜，实在是太可惜了呀。老伯，这马跑起来一定很快吧？你知道这马叫什么名字吗？它能日行千里，它叫踏雪无垠。这种马呀，十来年也难遇上一匹。是啊，我昨天出那么高价，它不卖。哎，这下可好了，死了，死了！现在是一文不值了，一文不值。干什么？我愿意买下你这匹死马，你意下如何？陈公子好心，那就随便你赏赐几个钱吧。我愿出500两黄金。啊啊！这家伙疯了！啊，是疯了！这五百两什么？500两黄金。喂，活马也没那个价呀。公子，你何必取笑我呢？你放心，我绝无戏言。这小子是疯子，揍他！这家伙哄抬马价，以后我们马贩生意怎么做啊？是，来来，揍他！你敢？你是干什么的？啊？我是燕王的侍臣。啊！燕王的侍臣？什么？快快走，快走！不识相啊！恩公啊，谢谢啊，谢谢！大家听着，燕王现在以千金之价求购千里马，就是死的，也愿以500斤买其尸骨。什么？花500斤买回一堆尸骨？废物，废物！你们全是一群废物！寡人就不信，以千金之价，在这么大个燕国，难道就买不到一匹像样的千里马？大王，容臣禀告。免开尊口。大王息怒，求购千里马一事，并非是臣等无能，这实在是千里马难寻呐，还望大王耐心等待，一定。哼，耐心耐心，寡人都等了3年了，还指望你们什么？尽给我弄些破里破马，你们这批蠢材。好，好，好，你更好，今天竟然给我弄了一堆马的尸骨。大王，这居然还要500斤。哎呀，哎，你是最懂马的呀，怎么也叫寡人大失所望呢？大王，微臣不敢叫大王失望。那千里马在哪儿呢？在这儿，这就是千里马。你竟敢戏弄寡人！嘿，来人！大王，大王，走，大王。容臣把话说完，任大王如何处置，臣绝无怨言。嗯，好，你说吧。大王，请看仔细了，这原本确是一匹千里马，臣确实是以500两黄金把它买下来的。
好，好，你确实以500金买回了一匹千里马。千真万确。可他能驮着寡人征战疆场吗？不能。待下。慢。大王，难道不想知道三年求马而不得的原因吗？是什么？大王，这几根马骨头是不能驮大王征战沙场，但它却能令大王名扬天下。哦，大王，死马尚能值500两黄金，何况活马？大王，总有一天，天下人人都知道大王买马之心诚，还愁寻觅不到好马吗？嗯，言之有理，说得对。是寡人错过爱卿喽，理应给爱卿记上一功啊。哎呀，该罚的倒是寡人我自己哦。报，禀大王，有一大汉求见，称有千里马奉献大王。好，听声音就是匹好马呀。众爱卿，我们去看看。真是一匹好马呀，让寡人试试。啊，哎呵，燕昭王千金求购千里马，三年未得，侍臣以千金试骨，而使燕昭王如愿以偿。求良马如此，求人才又何尝不该如此呢？
生，吃饭了。好，来了。好，走走走，坐吧。章丘县是山东的好地方，我想在这儿住上几年，把《日之路》和《英学五书》两部书稿整理出版。这些年你们跟我四处颠簸，吃了很多苦。来，我敬你们几杯。来来来，坐坐坐。来，哎，请。先生，我妈说我在您身边比过去要聪明多了。坐坐坐。先生，我们跟你吃苦是心甘情愿的，你还是安安心心的写书吧。坐坐坐。哎，请请请。有什么事儿先生您尽管吩咐好了。好，请。方丫头，嗯，我写的书稿里面也有你的心血呀。啊，先生，你也写累了，也该歇息了。是啊，书完成了，我也了却了一件心事啊。哎，可惜部分书稿在路上遗失了，那可是我的宝贝呀。嗯。老爷。啊。啊，方丫头。嗯。这屋子里老鼠实在太多了，闹得厉害。这英学五书的第二部分，请你帮我装订一下。是。这老鼠，只怪我太粗心了。方丫头，你别哭了，你这么一哭，我心里就更难受了。来，你快磨磨，我再写一遍。方丫头，只怪你的墨磨得太香了。先生，您到这个时候还有心思说笑话？我总不能陪你一块儿哭吧？先生，啊，我在街上碰到一位淮安来的先生，说是您在那边请的那位雕版师傅带的口信，他们正在等你的书稿呢。知道了，我拼上老命也要把书稿送上。老爷吃饭了。哦，好，请。坐吧。啊，吃好饭，我们一块把书稿装订好。嗯。啊，老爷，我已经把订书的钻子给磨好了。啊，装订好以后，要辛苦你送到淮安去雕版。哎，我明天一早就去。好。啊，哦，快去快回哦。哎。啊，方丫头，方丫头，怎么了？打
事不好，你看。一生的心血呀，先生，我找到老鼠洞了，这坏家伙，老鼠出来了。哎呀，这可恶至极，可恶至极呀。把他们都烫死，看他们再咬我的树。哎，好了，就是来烫。我这边好。